吵架。爸爸和妈妈吵架，因为爸爸想在家休息，但妈妈想出去玩。我和姐姐吵架，因为姐姐吃了我的蛋糕，我很生气。姐姐和妈妈吵架，因为姐姐不整理房间，妈妈很生气。我和妈妈吵架，因为妈妈不让我踢足球，我很生气。该你了。吵架。爸爸和妈妈吵架，因为爸爸想在家休息，但妈妈想出去玩。我和姐姐吵架，因为姐姐吃了我的蛋糕，我很生气。姐姐和妈妈吵架，因为姐姐不整理房间，妈妈很生气。我和妈妈吵架，因为妈妈不让我踢足球，我很生气。该你了。吵架。爸爸和妈妈吵架，因为爸爸想在家休息，但妈妈想出去玩。我和姐姐吵架，因为姐姐吃了我的蛋糕，我很生气。姐姐和妈妈吵架，因为姐姐不整理房间，妈妈很生气。我和妈妈吵架，因为妈妈不让我踢足球，我很生气。该你了。
吵架。爸爸和妈妈吵架，因为爸爸想在家休息，但妈妈想出去玩。我和姐姐吵架，因为姐姐吃了我的蛋糕，我很生气。姐姐和妈妈吵架，因为姐姐不整理房间。妈妈很生气。我和妈妈吵架，因为妈妈不让我踢足球，我很生气。该你了。吵架是什么？吵架。爸爸和妈妈吵架，因为爸爸想在家休息，但妈妈想出去玩。我和姐姐吵架，因为姐姐吃了我的蛋糕，我很生气。姐姐和妈妈吵架，因为姐姐不整理房间。妈妈很生气。我和妈妈吵架，因为妈妈不让我踢足球，我很生气。该你了。吵架。爸爸和妈妈吵架，因为爸爸想在家休息，但妈妈想出去玩。
我和姐姐吵架，因为姐姐吃了我的蛋糕，我很生气。姐姐和妈妈吵架，因为姐姐不整理房间，妈妈很生气。我和妈妈吵架，因为妈妈不让我踢足球，我很生气。该你了。吵架。爸爸和妈妈吵架，因为爸爸想在家休息，但妈妈想出去玩。我和姐姐吵架，因为姐姐吃了我的蛋糕，我很生气。姐姐和妈妈吵架，因为姐姐不整理房间。妈妈很生气。我和妈妈吵架，因为妈妈不让我踢足球，我很生气。该你了。